1月27日，林心如迎来自己42岁生日。过去一年，她面对不少负面新闻，甚至连新剧《我的男孩》一度因为误会而被下架。她与丈夫霍建华变得越来越低调。日前，林心如接受台湾媒体专访，参与名人搜身栏目，被记者搜出一张清纯照，并非女儿小海豚，而是她在17、18年前的旧照。林心如拿着新的照片跟现在的自己对比，这张照片是1999年到2000年间林心如发行首张单曲《心跳》时在香港留下的倩影，她保留至今。跟驾照放在一起，记者赞美她保养得不错。时间过去了20年，但她本人变化不算很大。心如仿佛知道对方只是客套，叹了一口气，自嘲说：“不然我还能怎样？”林心如干脆自黑到底，她说现在不敢跟女儿同框，小孩子的皮肤很娇嫩，跟成年人对比特别强烈。聊起跟女儿合照，心如显得没有自信。女儿很白，皮肤很好，在她后面我就显得黑黑的，觉得好丑哦。又不能只美我自己，但美她又会太过头，最后只能调亮，或是趁着回去还有化妆时赶快跟她拍照。记者问她是不是开始害怕素颜拍照，林心如尴尬笑了一下，开玩笑说素颜也拍也是很好看的。说完忍不住自我解嘲，只不过有点色差，然后捂嘴大笑。